来月经同房会有什么后果？如文医生特邀专家李斌，陕西省人民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。经期同房这个问题呢，其实也不是说完全不可以。那么，如果是在我们的这个月经快结束的时候呢，注意同房的卫生还是可以的。但是呢，我们通常不建议大家在经期同房，因为经期呢，女性她的这个抵抗力会有所下降，那么容易发生阴道的感染。那么，这种细菌呢，它上行之后有可能会发生盆腔炎，所以呢，希望还是能够在经期之外进行这种同房。那么另外呢，就是很多人觉得我经期同房的话，会不会就是一个很好的避孕的办法呢？但是这个呢，其实是有风险的。如果大家一定要在经期同房的话，那么一定要首先注意自己的卫生。另外呢，如果平时有阴道炎的女性呢，最好不要选择这个时候过这种夫妻生活。另外呢，在就是正常的人群中，如果要过的话，那么一定是建议使用安全套，这样的话会更加的卫生。